请问最近你学习什么？最近我学习汉语。你觉得汉语难吗？我觉得汉语不太难，听和说比较容易，但是读和写很难。你呢？你学习什么？我正在学习英语。英语？英语难吗？我觉得不太难。谁教你们学习英语？是黄老师。黄老师，他怎么样？他很好，也很热情。你有学习体育吗？我现在没有。我也没有。行，我们去商店买东西吧。好啊，去吧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们要买什么？我们要买水果。苹果一斤多少钱？苹果一斤四块。四块？常规呢？三块吧。你要几斤？我要五斤。好吧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共15块。给你钱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小英，我没看见车。啊？车什么？师傅，我没看见车。你的车是什么颜色？蓝色的。那呢？是不是我们的？不是。那呢？也不是。那呢？给。阿哥呀，谢谢呀，谢谢呀，不客气。啊，姐娥，好久不见了。小梅，最近你怎么样？很好。啊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位是好朋友小娥，这位是我的新同学小英。你好。你好。你身体好吗？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这个包很大，重不重？我帮你。不重。不重。我们去喝咖啡，你去吗？好啊，去啊。你的公司有多职员吗？不多，有200多个职员。他们都是越南职员吗？要，他们都是越南职员。啊？这个你们全家的照片吗？哦，对。我看呢，他们。